做一个成功的防守。哇！暴扣出现了，陈柏良看到这一次的机会，拿。我们再看一次，陈柏良再一次精彩的扣篮啊，完全把握住了机会，也把整个台中科技大学的气势又再度燃烧了起来。想要看到更多富邦人寿 UBA 的赛事，赶快订阅 SSU TV 哦。